只有买嘢食咁样嘅，系啊，好大下地，蒙地啊，即系话落水嘅关系啊。呢个山咧，比较睇起嚟好似少啲人行啊，不过风景都几唔错。呢个叫做 Broken Heart， 诶 ，Heart， 呢个系破碎的心啊！呢个湖系咪成个俾个 highway 路破咗一半啊？几特别啊，几好行下嘅，睇下都算几阔啦，我都几算干净啦，系头先嗰度有啲石头啫。咧有呢啲四不像噶喎。呢度有得休息站喺度，呢度。行緊啲行緊啲，我睇下啲唔會呢個有蜜蜂豆啊，睇。有蜜蜂豆。Yes, 100 plus. 细细只噶啲蜜蜂，唔知咩人养嘅呢啲。小明今日落水嘅关系，我睇到嗰啲景都系蒙蒙嘅吓。山上边度都睇到风景。你喺到上高啊，个云入边啊，一支嘢尖尖嘅咯。嗰度系吉隆坡最马来西亚最高嘅豆啊，娃娃山，睇到冇？嗯，你一支尖尖嘅云入边啊，一个支尖尖噶，嗰只就系娃娃山嗰、那个吉隆坡，嗰、那个听讲系佢有一个台啊，俾直升机落降落噶喎。啊，嗰、那个就睇下到。听讲啦，好多地方有一个咁嘅塔米，就系俾嗰啲直升机降落噶喎，唔知系咪啦？听讲啫，不过呢度都几靓嘅景色。我得冇发噶啦。系啦。鞋底甩更咗啊，所以我哋用嗰个鞋带个绳嚟绑翻佢个鞋底连接一齐咧，就唔会甩更咯。有经验嘅爬山者帮手嚟处理呢一个问题啊，唔错唔错。点样做啊？嚟咁样绑鞋带。我挨呢个咁样，先甩过呢个，先过呢个。爬山的人就爱学下啦，呢啲系经验之谈嚟噶。遇到咁嘅状况咧，就可以用咁嘅方式嚟处理。你攞去啊，搵嗰啲人啊 ，Stitch 啊，搵威廉啦，威廉啦，佢识噶。阿威廉打广告啊，入得冇？咁所以佢啲鞋哦，有啲一個嘢啊，可以穿鞋帶啊，嗬？有咩狀況啊？仲可以咩？啊，鞋帶又夠長啊！可能佢做鞋嘅人都有預防到呢、這、一個，嗬、啊？死嚇！啊，係啦，預防你哋嘅鞋底會甩啊！突然間啊，可以咁樣處理啊 ！OK，thank you。Good idea。Well done。Well done。有影起個面。Okay.拿遥控车嚟呢度拍摄，佢个车仔点样样行？照我睇咧，佢咁拍法咧，好似真嘅 4x4 车咁样行嘅，啊，咁样都可以拍摄喎，唔错喎。都应该是沙场嚟嘅啫，highway 路下边。呢度应该有卖嘢食嘅，但系咧今日冇开档。好多条山路啊，唔识行就冇嚟啊，惊荡失路。呢度系一个休息站啊，呢度有卖嘢食嘅，
大哥冇开档。这个应该是一个粒来的啦，刚才讲的那个黑粒啦，挺漂亮的。好多高楼大厦，哪个山区哦都可以看到高楼大厦的。有些山路很难行，所以我就不拍给大家看了。Okay. 我朋友跟我说呢，这里呢是那些人呢搭爽的，没有其他东西的。现在人呢去camping边啊，河路都是这样搭，这里山区都是有人这样搭。听说有些地方呢好像西藏啊，这样搭呢是一种祈福的、我不知道真的假的、我都是看那些 YouTuber 分享的，是这样说的啦，希望是祈福的啦、我是没有观望台的，因为呢之前呢是国庆日、所以他们就在这里挂了很多的国旗，这里有些凳子给人休息这样。之前呢这里有一个尿床的，现在呢被人踩到都烂晒了。这里看到这高楼大厦。是。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到底你是不是我亲生的妈来的？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